楼主终于要挑战宝可梦联盟啦！打头阵嘅四天王就系新莉姐姐我。咦，佢有储水，大镬！一个咁样嘅小妹妹可以做到四天王，佢一定有好强嘅实力。傻，都系一下。咦，呢个公事包又系你？你唔系普通属性嘅管主咩？今次用飞行属性啊！哇，我用咗格斗属性，完全俾佢黑住咗。反正最终堡垒之龙麻苏系啦，龙属性。你究竟有几多才华，就让我衡量一番吧。